我对我的训练要求非常高，能不失败就尽量不失败。万一这个情况出现在比赛上的话，那就是相对比较致命。我从75长到85，跟85打了几年，总也要站住脚的时候，它就升到96。但是你要既然选择的话，那肯定你就要付出这个里面的一些艰辛嘛。 升级别对于我来说是好事，在训练当中肌肉感觉和兴奋度会比较高一点。左肩稍微高一点，我这次去比赛的话，我内心可能是不光只是去拿这冠军，我觉得可能再把总冠军记录，我希望也改写到我名下。 能够升国旗、奏国歌，我们是非常骄傲、非常自豪、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。